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国越来越强大了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自信一点。如果送给所有这些在校学生，或者送给我们所有运动员，送给我自己，我想说不要因为别人的好而忘记自己的好。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是，梦想不是因为看见才努力，而是因为努力而看见。其实对于国内一些优势项目来说，他们既要继续保持优势，背后肯定付出了我们看不到的艰辛。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欧美比较强势的项目，我们可能拼尽全力拼了命也拿不到自己想要的成绩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更能体会，就是体现出我们体育人的不屈不挠、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。我希望把这个精神带给所有的青年人。举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优势项目，随着我们国家的体育慢慢的在建强，我们现在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学训练，非常好的一个保障团队，所以说也是展现我们中国体育越来越强大，也是展现我们中国的力量、中国的速度，也是希望香港的朋友们，咱们互相之间去交流，分享我们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。我想送给在座的诸位的莘莘学子啊，这个也是我的经历。你锁定了理想目标，坚守坚持，不言败，不放弃，你必然成功。也愿我们继续众志成城，齐手协心，用各自的力量为祖国争光添彩。我希望大家唔好俾咁大压力俾自己，喺自己成长同埋奋斗嘅路上，有时候都要停低谂一谂，但系一定要记住不忘初心，先可以令你成为最后自己想做到嘅嘢，为目标不懈努力。